这样子啊，现在我们已经到 Cameron 的差不多市中心了啊。然后我给你们看啊，其实啊、哦，金马伦啊，它有一个它的市区啊的建筑有点像一个国家啊。我那天和摄影师来的时候，感觉啊、哦，这边很像越南哦，很像我拍它的市区的那个建筑给你们看。不要看招牌啊，它的建筑就很像在越南那边哦。啊，没有规划的就自己的地区，懂自己喜欢的设计这样啊。然后又很密密麻麻、哦，真的很像越南啊。嗯，这个也是，啊，越南的那种小市镇这样啊。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我们的酒店了。这个酒店我们之前有住过了，它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可以讲是在金马伦里面啊，用这样的价钱可以享受到五星级的服务啊！我现在就驾车带你们去看我住的什么酒店，非常推荐给你们认识。啊，之前我们 parking away 啊这边。我们住这边啦。哎呀，要扒外面扒里面。你家你的车就要出门。啊，到我们的酒店啦，已经。啊，这边是我们之前扒的风水位，在这边。还有小心。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 Happy Boom。现在呢，我就到达了我的酒店啊。然后这间酒店是叫 Century Point Resort， 它有四星级的那个评价啦，也是 Four Star 的酒店来了。然后呢，我就现在要去 check in， 给你们知道一下啦，它的里面是怎样啊。然后这边的 security 也很好啦，刚才还讲要给我拿行李进去啊。不过我就不需要了，因为不要麻烦人家了。OK， 现在我们去再看看它里面是怎样啊。然后呢，这边就是它的餐厅，就是算蛮 OK 的，就是说旧的算了嘛，不过是 OK 的。片尾呢，我会给你们知道它的价钱，你们看了你们会就觉得哇，真的这个价钱是很值得吧，因为可以看到它里面真的是在金马伦里面可以说用这个价钱可以享受到最好的服务跟环境。去我们的房间 check in， 房间开箱，这个是他的那个 lift 里面啊，他的 lift 是虽然旧款了一点，不过也是很 high class 啊，他有那种雕花，那些让马来人的雕花、哦。是住一楼吗？一样的啊。外面的view。
个就是酒店的走廊啊，是不是就看到很漂亮哦，很美了。OK， 现在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房间了。OK， 结束两晚。OK， 现在就来开箱我们的房间。然后就是我和你们讲啦，第一眼看装潢就够了啦。你看它有连木板门那些都做到很美哦。OK， 现在我就先带你们去看它的厕所。你看它的厕所，虽然是旧了一点，不过是很高级的。OK， 它有分隔两间，这个呢是那个冲凉的咯，哦，沐浴的位。这个呢就是那个马桶了，然后这边它有一个浴缸，还有一个浴缸，然后肥皂那些还有备案，哦，挖耳棒那些。不过我发现到哦，它没有给牙刷哦，这个也是哦，好像没有给牙刷，可不用紧。然后这个就是它的浴缸啊，晚上我就要泡澡了，在这边。他们也是他有给一个就保险箱，这个是卧室鞋，他有卧室鞋哦。给茶包、咖啡全部都有，然后这个是烟吸烟的啦，不过我们就没有吸烟。然后这个就是他的冰橱啊。厨呢，它就是空的了。啊，你看它给的东西是真的不错的，就是柜子啊，里面是空的，没有东西了。然后还有多了一个水龙头在这边。然后你们看呢，它的床的位置是多么的舒服啊！这种就是五星级酒店给的东西了。然后价钱是真的很便宜，价钱你们看到最后我才可以知道它的价钱是多少。然后我是用什么 app 来订这个酒店呢？好，现在呢我就来先看它的包格力，看它的 view。这个 sofa 你有介绍 ？sofa 这个是那个茶几哦，茶几的沙发套哦。OK， 现在我们就来先看它的包格力。这个就是它的 view 了。外地的之前我们是住隔壁的，住隔两间的。对，忘记了。应该啊，因为我记得我们是对准这个屋子，这个木屋围的。然后这个就是它的 view 了。很 OK 啊，这个还是 OK 的。如果是你们能找到 check in 的话，我是建议你们找到了，因为我们迟到了。你找 check in 的话呢，你看对面是看一个公园的，那边就更加漂亮，它的 view， 然后很多松树啊。OK， 早安，现在呢我们就要去吃他的早餐啊，然后我们也睡迟了啦。你看现在已经是差不多9:30了，所以我们要赶快去吃早餐啦。啊，然后我等下就拍他的早餐给你们看，他的早餐有和其他酒店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来走 ，Let's go。OK， 现在我们就到了他的餐厅了。好，这个就是他的餐厅 Highscape， 现在就进去，然后就拍他的自助餐给你们看了。
我们现在食物已经冷了，然后真的很冷啊，在这边，所以我就会很快的介绍这个食物，因为我怕等下食物冷了就不好吃了。然后现在是9:10啊，然后金马伦是18度的，然后早上9:00，现在是18度的。OK， 我现在就要先尝品尝它的早餐店。然后这个是刚才我有拍到它的煎蛋啊，帮他们先煎的煎蛋。然后它的咖喱，还有它的这些菜哦，还有放一种椰子，我不知道是什么椰子啊。然后中间我就先试它的味道，看一下。这个是不是这个味道？我先尝一下它的粥。它的粥呢，我就放了油葱、葱，还有麻油、胡椒粉跟酱油了。就很清淡的一碗粥啊，不过我这样子看哦，它是煮到很绵的啦，是蛮 OK 的。我比较喜欢吃这样的粥，那种颗粒感呢，我就没有这样喜欢的。因为那种颗粒感哦的粥啊，还感觉滚水捞饭一样啊，所以我没有这样喜欢，我比较喜欢吃这样的粥，比较顺滑啦。啊，粥 OK， 很滑。然后我就先品尝它的咖喱面，它是放番茄酱的啦，我先试看。味道是不错，不过因为我们坐在外面呢，就食物有点冷了，一下就冷了，因为很冷嘛。然后我先吃它的炒饭，它的炒饭也是有放那个椰子啊，刚才讲放什么椰子呀？它炒饭掺了这个冷蛋哦，还是好味道。然后我先就吃它的鸡肉啊。它椰浆味很够。咖喱也很香，然后它煮到啊、哦，它的那个汁啊，已经渗入了它的鸡肉里面，所以是很 OK 的味道。然后罐头红肉就我 test 看看哈，试试看它味道是怎样。因为你们之前有看我的影片哦，怡宝的那一期的，它的这个红肉呢，就。它有滚到给它软去了，所以味道真的是 OK。然后这个是腌制的那个番茄，还有这个西芹啊，西芹菜也是好吃。还有这个香肠也是。因为它有煮过了，他们有调配过，它的味道就 OK。然后我就先吃这个，它的那个，不是哪个？不是哪个？这个梅子，梅子就普通啊，它味道比较普通。因为我先试它这煎蛋，我是放了酱油跟胡椒粉啊。如果你们有些人想放番茄酱、辣椒酱的也是可以，他那边有的给你放了。OK， 啊，煎蛋也是，讲定它是用好的，当然你看它的颜色哦，它是深橙色的，它的蛋黄。哎，我们现在就开始开餐先了。啊，大家，我现在已经吃饱了啦。然后呢，这个早餐是真的还蛮不错吃的。不过今天的影片还没有结束，我希望你们再继续看下去，因为我还有做多一碗明天的早餐，我再拍给你们看。因为他的早餐呢是每一天都不一样的，然后留守我再拍明天的给你们看。
还有呢，我是想和你们说，这间酒店呢，它很值得住是什么？因为它这边有夜景的。如果你们是租的话，你尽量早 check in， 然后讲要看操场的位了。为什么呢？我给你看它的 view， 晚上就是这样子了。你们看到吗？漂亮吗？金马仑呢？除了那个 Cameron Centrum 有夜景，有东西看，其实晚上呢，金马仑这边也是有夜景的，好，可以很漂亮啦。你们看，是不是很漂亮？所以我觉得这间酒店就是我最推荐的原因之一了。然后我们酒店呢，它的大厅 facility 就是有的给人家打桌球，然后楼上就有 gym room 啦。好，那我就不玩了，因为我来到这边，最重要是享受泡它的浴缸而已。然后它的楼上的那个大厅呢，它也是有给人家这些座位啦，给人家休息啊，坐着聊天呢。所以这个酒店是一个蛮不错的酒店，然后价钱又非常的公道的。这个早餐呢是摄影师，他就比较喜欢吃这种有淀粉的糕点哦，甜点哦。我就喜欢吃这种比较天然的食物。OK， 我也相信你们刚才如果有看他的在那边呢，他的早餐也是就已经有变化了了，好像这个培根昨天没有的咯，马铃薯也没有，过后蜜瓜呢他就换成木瓜了，这个菜是一样啊。然后饭也是不一样的，跟炒米粉，他今天有了炒米粉。然后这个鸡呢，我不确定它是不是跟昨天的一样啊，我就试看给你们知道。然后今天它也有这个薄饼了。OK， 我现在先吃它的这个饭，它这个应该是用那个黄姜的吧，黄姜粉煮的。它饭跟昨天的不一样，昨天的是炒。然后这个就不一样 ，OK， 然后我就先试看它的这个鸡，包什么鸡啦，看像是咖喱鸡啦，它这个鸡呢，昨天的是好像那个印尼鸡，今天的鸡呢，它是带甜的，好像有点那种番茄味的那种口感，那加咖喱的口感。然后试吃它的马铃薯泥，它马铃薯泥的汁呢就偏淡了一点，它的那个黑胡椒味不够。然后我现在带它的薄饼，
他薄饼呢里面就放了那个板光，板光叫什么华语啊，沙格啊，广东话叫沙格，这个好吃。然后我就试试他的炒米粉，他的炒米粉啊，就是那些炒比较白的啦，不是那些黑的。嗯，他炒米粉也是好吃，不会讲炒到干干啦，好吃。哎，然后先吃他的木瓜。木瓜甜，它木瓜甜，不会有那些有时吃到那种涩涩的那种味道了，很甜它木瓜，而且很软，好吃。OK， 就试试它的培根。它培根味道就不没有什么味道，它培根可能它切太薄的关系啊，没有什么味道，还是可能它没有用烤啊，弄不到它的味道出来，这样子呢就这个就比较酥哦，这个跟马铃薯泥，连其他的都是好吃的。好，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的早餐了，好，我们待会再见。我们现在吃饱了就要收拾行李，我们就要 check out 了啊。Hello， 我们已经 check out 完了，直播室200块也拿回了啦。好的，我现在给你们知道，我住两晚的价钱呢不到500块的。Then 来到这里，他只是收我6% 的啊，不6% 6块钱的那个 tax 而已。然后如果是算成一晚的话呢，我在上网看的时候，它的价钱是230左右了，怎么会这样便宜呢？我是在 Group 那边找到的 KLOOK 这个那个网站那边找到这间酒店，它 offer 到啊不，这个网站它 offer 的酒店最便宜。不然呢，我去 Agoda 或者是那个Booking 呢，它都要收我一晚300到400块了。所以我就用了这个价钱租到了这个酒店啊。然后这间酒店呢，它的食物也非常 OK， 住也非常 OK， 这样的价钱可以讲，如果是不要讲 facility 的话呢，它房间跟它酒店的数字呢其实是五星级的数字来的。啊，我也希望你们喜欢我这一期的影片，然后帮我打开分享订阅，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下了，开始。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 Happy Bob。讲完了，拜拜。